中秋节即将到来，中秋庆团圆，苏澳区域会为消费者严格把关，推出渔获抢先购专案，集合了台湾本地渔产，包括渔夫传动透抽、霸王白虾、生鲜干贝、鬼头刀鱼排、五仔鱼、青鱼片、花枝丸、飞鱼软香肠等等，总共八大项，推出更好吃以及严选的鲜艳抢先集锦礼盒，中秋团圆，提供您及家人营养所需，当令的美味佳肴一次购足。咱南澳啊，很主席哦，透抽哦，白鱼吼哦啊，青鱼哦啊，这飞鱼软的这个烧钱哦啊，这飞鱼丸吼。这拢就是咱南澳啊的特产就对啦吼，啊所以讲吼，会使你讲今年推出的吼，甲旧年吼无共款，哦旧年无共款。啊，我们的海鲜礼盒今年的那个产量哦不是很大，包括我们的鬼头刀也好，包括我们的套丢也好，啊它的量不是很足。今年是1780，透抽包括我们的虾子，包括整个的渔业产业大概都。涨价的大概的20%左右，包括我们的箱子，包括我们的整个包装都已经涨价。今年我们一样没有涨价。今年渔产价格上涨幅度达到20%，但苏澳区渔会鲜艳抢先集锦礼盒坚持不涨价，原价每盒1980元，抢先购的优惠价则是1780元，预购限量1500盒，新鲜澎湃，先购先赢。鬼头刀吼，拢叫美国人推到美国遐去，啊，予美国人食。啊，今年吼，咱重视这个鬼头刀，吼啊，这个鬼头刀吼，希望大家来品尝一下吼，这个推动这个厨艺的教育啊呢。定位哦，吼，咱啊是这个中秋的时阵哦，啊，甲咱的厝内底安尼哦，烘一下青味哦。啊，来一下配一下咱的糜啦，好啦吼，也是讲哦，做啉一下米露啦，啥，这青味上介好。加码一个，啊，跟各位讲哈，我们加码这个是大概300公克，啊，300公克只要在订购，我们今年就多一盒虾子给大家品尝。蚵仔鱼哈，啊，蚵仔鱼是我们南部的一个主要的特产，鹦鹉是红沙哈，鹦鹉是红沙在。渔业产业里面，我也是顶级的一个渔业，外销出去，今年都把挪到我们国内，大家能够品尝。啊，其实我啊吼，你哪都会烘，嘛是足好食、足香的。另外，苏澳区渔会也推出了白富青鱼片礼盒，共12入，原价720元，限量优惠价600元，油脂更加丰富好吃。而有意要购买苏澳区渔会鲜艳抢先集锦礼盒的民众，加入苏澳区渔会 LINE 生活圈来订购，前300名者每人一盒，享有9折优惠，名额有限，及早抢先，即日起到售完为止。苏澳区渔会，赞！宜兰新闻记者施世民采访报道。